朝野双方所有的候选人倾听人民的诉求，并在他们的宣言中呢实现以民为本，也呼吁雇主们给予方便，争取员工提前下班或返回家乡投票，履行公民的责任。我希望呢新一届的政府能够有效和稳定的治理国家，创造有利的经商环境，落实经济发展政策，造福人民。高总提出四项建议：第一，确保政局稳定；二，强化宏观经济韧性；三，确保政策确定性和清晰度；以及四，加强有效务实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关系，希望新政府能够有效落实，以打造我国优良的投资环境。钟总相信这些正面的方针将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注意和信心。Happy birthday!